充电宝，给我一下它。等一下，这个插不进去，这个充电器。稍等，不要骑太快，不然手机掉了。妈耶，这个怎么插不进去？等一下，手机差点掉了。这根数据线太硬了，老是扯到那个云台，明天换一颗软一点的。欢迎亚瑟二哥回来。回去喽，又是吃饱饱的一天。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哦，那你要不要去吃一下蛋炒饭？我有病吧？刚在那我不吃，我出来吃。那你是吃肉吃饱了？你出去跟人说我两天没吃饭，别人说真可怜。真可怜。哇，室里面都有点冷，那岂不是等一下？美滋滋，无所谓的呀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无边落叶华莱士喷射套餐。手机有没有那种防水的，然后就淋着雨过的那种？欢迎火火西，游泳带，防水游泳防水带，防水游泳带，游泳的防水带。你在说啥？我在捋一下舌头。是你在跟舌头谈判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。那防水带啊。是他们问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说，有突然想起来那个可以防雨。手机是防水的呀。我手机已经碎了，碎屏了。还算还能防一点。但是要是明天下中雨呢？下中雨。欢迎老白进入直播间。闪电。你这个碎的地方被钢化膜盖住了。问题，然后那天我吸了一下，就不动。欢迎团团的三级脑图阿哥。这个数据线是不是坏了？团队充不进去电了。你要不要看一下你们插没插好？插好了，你看。或者你要看一下你充电宝。按了充电宝了，也充不进，所以我才问你。有没有备用线？有啊，拿这颗备用线来替换。好啊，来，手机充不进电，我们重新充一下。
看一颗备用线。这个可以了，这个可以冲进去了。怎么了？手机弄丢了？出发。已经吃好回来了，已经吃好了，出城了。我们马上出城了。这个点买菜很划算。对，这个点买菜不新鲜，但很划算。欢迎公平阿哥。这些批发户来了，菜就很新鲜。对，批发菜了。那么晚都在卖菜，是的。才开始，还有老冰粉。开始卖菜，太好吃了。这么晚才开始卖菜，批发。他们这是在批发。他们这是批发菜。是零售。批发了又拿去零售啊。现在来买菜的都是来进货的。对，现在都是来进货。回家能不能又是水漫金山了呀？回家应该不会了，水龙头已经关好了，这次长经验了，这次长经验了，家里水龙头关了。我感觉今天我们要水漫金山，天上一直在打雷闪电。对，早上四点才会有人批发，他会直接从晚上只批发到早上。对，谁的先批发完，对，谁的先卖完了，谁就可以走掉了，就可以回家睡觉了，卖不完的就卖到天亮，然后从那个批发转战成零售。大姐戴眼镜了吗？戴，我的眼镜在我的兜里，在我的那个包的侧边，帮我拿一下。谢谢，感谢龙顺鸭哥的荧光棒，欢迎东京哥哥。谢谢东京哥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对，还回去。又回去了，仙台哥。仙台哥，你忙完了吗？技术真好，对，一点都不抖的，是不是？一点都不带抖的。欢迎东姐阿哥，欢迎工具人的逆袭。
怎么会有工具人的逆袭？这个 idea 太可爱了。对，明天后天就会，不会吧？不会回家途中那啥吧？啥？被雨淋啊？淋雨就算了，我怕打雷，怕闪电电到我。对，这个是电动车。你怎么感觉上下在抖动？对，很抖的，是我双手支撑，双手支撑云台，让它不准抖。它已经很防抖了，很多地方雷阵。对，明天是要下大雨。欢迎笑望人飞。堂弟不用骑太快哦，那个风太大，支架撑不住。哇，吃了这么多寒性食物，等一下再回去淋个雨，第二天我不发烧谁发烧？你有点冷，我感觉我好热。我也不是不热，就是不热不冷。城里这样子就是不冷不热，然后回去的那个山路它肯定就很凉快，仿佛在水里游。我想吃鱼儿。好，前面就一个最后一个红绿灯就出城了，就没路灯了。欢迎凤林哥哥回来。我想吃鱼儿在你的河，只为和你守。最好还是搞个头盔。对，白天来的时候太热了，头盔戴不住。欢迎深山大咖刷的光光进入直播间，欢迎越来越摸进入直播间，大家晚上好呀。最后这个红绿灯我们就要出城了，这个红绿灯哦，绿了，出城。出城就没路灯了，冲啊，回去哟！超车了，超别的电动了。手机和云台会不会导电了？会不会闪电闪到我俩？正常情况下不会。这车续航多少公里？120。120公里，能骑一个来回，能骑三个小时。连续骑三个小时，哇，哇，风好大！对面怎么这么多车啊？今天什么节啊？不知道，这个点可能是高峰期吧。这个点几点了，家人们？这有个车闪黄灯了。感谢光平阿哥的荧光棒。9:17，好的，谢谢小雨朋友。哇，那个闪电，你们看到没？亮了半边天。欢迎詹姆斯，对，打雷了。
嗯，欢迎没钱吃泡面阿哥。这突然出现一个人，一拐弯，一个白衣服，像有点吓的啊。淡绿色。什么淡绿色衣服？我在手机里看到白衣服。好撑，好撑。下来跑两圈呢就不撑了。感觉今天吃的怎么说呢？多吗？也多。多也多，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主食。但是今天那个螃蟹不知道为什么吃完螃蟹之后，我的吃那个螃蟹，对，我就吃完螃蟹之后我就没有什么食欲了。螃蟹有毒，少吃螃蟹，多吃肉，最后再吃螃蟹。对，不要乱会想，不要乱想会吓死人。好的。